好啦好啦，我朋友仔突然间醒起未拍证件相啊，因为他要拍那个 employment 那些东西呢，要留一张相给公司，那就执晒打晒包拿不到相，那就要拍过了。你想拍哪个 size 啊？ passport size 美国护照这只，香港护照这只，香港的，但是黐了线。喂，拍这些啊，但我要正经嘢，我影有只猫嘅后面嘅。点啊？我唔识做。$60喎，喂。咁点我都要影。系啊，$60喎，要除口罩喎。俾个袋我。正水啊！想画实衣裳。喂，解释下点样影先啊？绿色制确定。解释下。佢啱啱讲咗咯。佢话选择选择蓝色制，你拣得意相定系拣证件相？好啊。然后咁我要拣拉埋先，我再装入嚟影你都咁啦，咁啦，咁啦。会唔会啲光线影响到噶？唔会噶。欢迎光临，跟住点咧？影唔影到啊？先选择价钱啊。选择你所需要的证件相，然后按绿色制确定。四格啦，应该开始未啊？稍后你的影像将会出现荧光幕，请拉上布帘，调校座椅，将头部显示在红圈内，注视荧光幕，然后按绿色制拍照。你有两次拍照机会。我唔头校唔到啊，咁样啦。咁黑嘅，我覺得是但啦。睇先，請得啦。3、2、1。咁樣啦。3、2、1。得未噶？唔知啊，請稍後。稍后要攞相。按蓝色制选择你最满意嘅相片。咁啊，而家睇咪得啊？而家睇。绿色制确定。而家可以影啦，影咁我睇下咩睇先。眼相啊、哦！好啊，只眼边个笑得顺啲？等阵啦，我松大啲先。好搞笑。去边张好啲啊？睇多次。哦，再嚟多次。呢、這个好啲。我都觉得系。嗰、那个好似。确定。明视快相。咁啊，$60啦，等佢晒咯，嗬。我谂系啩。18秒后，机外拿取相片。多谢欢迎，下次光临。好热啊呢度。系啊，我都知。啊，等啊，18秒后啊。小姐，紧唔紧张啊？但系入面好热，冇冷气。得意相都要18，又60蚊啊。咁10蚊呢啲系咩啊？肖像相咯。得意相10蚊喎，系喎，呢个迷你噶，系咯，得意相而10蚊，我谂住带松松嚟影呢啲嘛，入籍香港啊，呢度啦，又话18秒，咪18秒咯，睇过睇过，睇影得好唔好而家，以前啲好肉酸啊，以前嗰啲，啊都 OK， 咪同去攞回乡证一样咯，喂，佢真系写18秒证件相噶喎，啊好啊呢、這个。欢迎光临，请按蓝色制选择得意相、迷你相、个人肖像，然后按绿色制确定。请稍后，你的影像将会出现荧光幕，头部对准红圈中间，按蓝色制向左右放大缩小。注视荧光幕，然后按绿色制拍照。你有两次拍照机会。大点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
按蓝色掣选择你最满意的相片，然后按绿色掣确定。好啦，18秒后啊嘛，出嚟啦！你个衰样啦，出嚟啦 ，Bunny， 你个样。哇 ，OK 啊嘛，呢个样都 OK。欢迎光临，跟住拣呢个10蚊定60蚊？10蚊。哎呀！呢个蓝色掣选择得意相、迷你相、个人肖像，然后按绿色掣确定。你真系影翻呢个啦！请稍后，你的影像将会出现荧光幕。对准红圈中间，按蓝色掣向左右放大缩小。3、2、1。请稍后，按蓝色掣选择。哇，好好啊，影得你。按绿色掣确定。睇先啊，呢个好啲。18秒后，请在机外拿取相片。好啦，唔错啩呢个。